YouTuber 雷拉与老公汤宇再婚后，日前迎来二宝汤包的诞生，展开一家四口幸福生活。目前正在月子中心休养他，仍不时透过社群平台与粉丝网友们互动。期间他透露，因为是二胎的关系，之前已经有过照顾大女儿的经验，因此相比起来比较从容，老公会帮忙分担事务，自己也选择给儿子喝配方奶，减轻了不少负担。至于为何不喂母乳，雷拉则坦言不希望隆乳之后又因为喂母奶导致胸部下垂，毕竟隆乳就是为了改善这个问题，而且喂母乳真的好累，胸部也会胀得很痛。她认为喂母乳是个人选择，并透露老公也是喝全配方奶长大的，她不觉得有哪里不好。虽然宝宝出生的这几天喝奶的量、喝的时间都很固定，因此她认为宝宝健康就好，喝不喝母乳反而不是重点呢。Bye.